八十，今年第二章第六十，教养囡仔要用合宜的法，就伊到老也无外传。第二段《新命记》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，你着接受听探我命令你一切话，行耶和华你上帝所看最好、最对的事。安尼，你甲伊的后裔就通永远得着福气。这是听圣歌队来赞美，因为前个诗歌是耶稣的名。